饭店大多以奢华开阔大气为主，让客人们感受到尊崇般的体验，也有些旅店主打温暖的感觉，仿佛回到家里的安心自在。而香港蒂勒文纳公馆酒店则是以艺术作为饭店的主轴，让你在踏入前厅时便如同身至电影场景，那般玄幻不真实的感觉，坐在扶手椅上仿佛融入了画作之中。餐厅的部分饭店也精心布置，风格独特，用餐时如同一场文艺飨宴，一边品尝着北欧经典的菜肴，也同时细细品味人生。